大家知道这双是什么吗？它号称能穿一辈子，不仅防水耐磨，而且越穿越舒服。它就是拥有50年历史的户外大黄靴，来自 Timberland。有很多人戏称它为踢不烂，因为它采用的是带有防水涂层的磨砂皮革，所以耐撕裂性和防水性都非常的好。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拼接处都用了丧心病狂的四条走线，加上底部厚实的橡胶大底，所以可以非常好的保护你的双脚。虽然有点重，但是它非常的牢固可靠，踢不烂踩不坏，可以陪你踏过荆棘，踩过溪流，穿越丛林，绝对是你户外露营值得信赖的好伙伴。第二，我买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，就是它能增高4厘米，让我从1.7米变成1.75米，整个人都有自信了一点。而且大黄靴的颜色和造型都非常的百搭，所以不管怎么穿都好看。虽然现在市面上的鞋子非常的多，但踢不烂是少有的价格与它的耐用性、做工相匹配的一双鞋。防水、保暖、耐造，而且好看。每一双大黄靴呢，在陪你经历过风风雨雨之后，都会刻满你的阅历和经历，成为独属于你的一双踢不烂。我的 Timberland 要穿一辈子，你的呢？